你是 open 讲对不对？以后有嘉玲上哪一组？哇！哎，太帅了！闭嘴！喂！你酒店常去哦？我从来不下单，把酒拿来。今天因为是我们的感谢祭啦，每一个蜡烛的位置呢，有相对应的，可能是奖金，也有可能是惩罚。我的这个马步有多稳？他这个超稳的。什么啊？看来看去，按摩。是会骗人的。摇了三秒。一、二、三。我看为什么你可以按着了？真的没什么，电我的屁股。电臀哇！我觉得应该要掀起来一点。哇哇，懂福利！大家有留言加分享这影片的话，最后会选出一名抽出这一个。哪有比这？直接交给方婷。我们奖金已经往前挪三格了，来一人发一个。这个感觉离奖金就更远。哇，哎、你给大家看一下，你上下排牙齿颜色差太多了吧？牙医要算我便宜一点。哎，我干嘛？你的嘴力是够了。你嘴的那个肌群，你嘴的肌群是可以的。哎，你要卷舌啦。这样吗？来练习发音。这样子。哎，高亮，你看他来了。我觉得我被猥亵了。然后我现在好像在跳阿加酱了。过，充满所有不吉利下面的留言，全部都来喽，吹吹你。哇哇哇哇！哎，夏天，跟你讲话都有香菜的味道。冰茶有香菜。一二，一开始，一二，一二，三四五，六，七八，九十，十一十二，你看我随便叫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哎，太输了。打屁股喂你酒店常去哦？我从来不想。还有什么益智游戏可以玩？你还厉害的，剪刀石头布，你看我一定赢哦。剪刀石头布，一定第三十，一把第三十。来，剪刀石头布，你什么东西？啊！我赢了。你看，没有，我刚刚是这样。你干多啦？我跟你讲，我这是那个剪刀石头布最厉害。真的，还是要五十十五，五十十五，超厉害！把酒拿来，我先呐。啊，你先。没有。五十五。十。没有。五。没有。哇！你就知道我们不跑酒店，不跑酒店的。哦哟！你打人都不痛哎。你打了我是敬老尊贤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找了两个非常棒的游戏 ，Let's go！ 要闪头，要左右。走。你这个是完全砸中的。来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接下来我们等一下，每个人都要去割一下水球，然后直到它有变一个另外一个颜色。第一次来多玩一点。第一个通常不用太大压力，你可以割大力前进。其实只有一层吧。那我们接下来换了新的一颗，看这个就是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很认真一样，真的是这样子哎。看这个就是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白痴吗？我很小力。好来喽，你要成为第一个能成。你要在他正楼下。
换你了，对啊，换你啊，第四位啊，都成功了呢。没有没有，你再往前一点，你要看着他。头要背对对。你可不可以？你可不可以不要？你可以不要把它当成鹅肉。我刚才不小心剁下去了，一剁呢？对，我们现在先挂最后两颗，剪刀手部输的那去刮。不。OK 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中间一点，中间一点。他不想，他已经觉得被耍的够了。他好像买草。今天的规则是什么呢？只有赢家可以安全下庄，而最低分的三位呢，要接受我们的脚底板，并且拿 Sabrina 内裤套头的惩罚。傻鬼显然也不太会玩。傻鬼是来凑数的吧？刚好三缺一嘛。三比。好。我确定一下哦。不用过吗？怎么会有场外嘞？室外怎么样？外面的，不要跟外面那边打 pass 好不好？对，我们是烧水杯，他是庆城杯。对啊，快来外面的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怎么样？戴个假发，加上镜头。发疯。我看到了。他连胡都不会讲，各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进行惩罚了。我们这边有个骰子啦，打几下自己骰，自己决定了。好吗？对，因为你穿这个太短，我怕你走光。刚刚不知道是谁走光了。来，下一位，第三名。太痛了！等一下，你干嘛？干嘛？什么球？你说。六三，你要谁执行？给你打，我要给他们谁？来。可以吧？可以可以，来哦。来了来了，示范一下真正的力道在哪里。你还欠我人情哦，你。这是好大，我不知道这么大力了。这是翻点。这是变脸了。我的妈！痛了。所以我跟张玲是塑胶姐妹情吗？是。哎，不要这样，我刚刚也是用不手机啊。我要先封锁他。节目组说以后有张玲上哪一集？哇！小姐不藏私，私贵呢？每周五中午12:50准时首播最新奇有趣的开箱内容，全部都在小姐不藏私，记得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加开启小铃铛哦！我们首播的时候一起来聊天吧。